这些只是略表心意。中国有句老话，无功不受禄啊。黑川先生有什么条件吗？在下只是想在贵班的地盘上做点小生意。这个地盘可是马永贞的，他从来不碰洋片。找错人了。有谁不知道？ 马爷，小米啊，做点有用的事，以后这些少了啊。开玩笑，在上海滩谁不知道你马永贞是老大呀？哼。对了，四爷已经到了，在下再给二位再增加一程，二位意下如何？6程。 谭四爷的意思是，还嫌不够。今早可是我的本事忘告诉啊！你们是我的弄错的，没关系，清楚。我不相信你们中国人会和钱过不去。我记得在你们中国有句古话，叫识时务者为俊杰。 难道你们就敢保证你们商会下面的人没有人做？话不敢没给的，三人要是不听闲话，我就没有稳当。四爷，哟，侯爷也在啊。 有这啊！哎，这是多大的买卖，能让你们二位爷坐到一张桌子上啊？有什么大买卖啊？我是路过，顺道进来凑个热闹。哦，哎，改日天到家里来看看，嫂子病了，想你了。嫂子病了？嗯，那改日我一定去看看大嫂。
一定要去嗯，好。啊！我先走了啊。哎，朋友们走啊。这个就是马永贞，他就是。嗯，四爷，他又出了首新曲子，要你不们中国人咱们去听听？怎么可以这么没有礼貌？怎么随便打扰别人的谈话？看来这位先生不太喜欢。不过这是我的地盘，不喜欢可以走啊。你。钱会长，后会有期。思源，劝你一句，以后啊，聊不来的人就不要在家了。你就不想知道他找我们谈什么？我知道你谈四爷拒绝的事儿，一定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四爷，四爷，四爷好，四爷好，韩会长好，韩总好，走。牵着我的手走下去，喊你，我爱上你，喊你，我在这里等你，喊你，我想和你，一直这样幸福下去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四爷，您来了。哎呀，小蝶是越发的标致了。马兄弟，你是艳福匪浅呐。谢谢四爷夸奖。啊，四爷，我想让这位阿九兄弟过去跟你。话少人勤快，放心。那么谭某，恭敬不如从命。走吧，老九。嗯，多加小心。嗯。谭四不愿意合作，镇东帮又有马永贞这个盲刺。眼下我们，镇东帮的事情我亲自来处理。至于谭四，喂，嗯，四爷，他们说码头上出了件事情，需要四爷去一趟。马爷，啊，你回去吧。哎，我们溜达溜达。哎，马爷，刚才有人给你送了一坛酒，他非得放车上。谁？不知道啊，我也。没事吧？四爷，别下车。太低估对方了，对不起先生，我们已经打草惊蛇，这件事只能尽快解决。嗨，
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，叫，哎，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对，叫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我这坛，可比你送我的，要好喝多了。怎么样，够意思吧？啊，放心，这个位置，我会死，你，不一定。这个距离，那就是同归于尽了。你们东洋人也不过如此。幸好四爷没事，不然就不是少只手这么简单。四爷呢？在里边。来了，来了。怎么样，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就是辛苦乔兄弟了。四爷，我在广州啊，办了个园子，要不带上大嫂、树云，咱们一起去广州，放松放松。兄弟的好意，谭某心领了。如今上海还有用得着我谭某的地方，再说要想园子好看，总得有人除去园子里的杂草吧。我说话直，除草可以，把命搭上不止。兄弟啊，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。侯爷，黑川提出的这个事儿您怎么看？这次黑川开出的条件不错呀，可我总觉得哪儿不对。属下以为侯爷不必担心，我们出来混的都是为了钱。您想想，这上海滩帮派那么多，我们没必要跟钱过不去。我就是担心永贞那边。侯爷，您才是镇东帮的老大。四爷，天不早了。四爷，先上楼。
有个兄弟收到风，有帮东阳人奔四爷家去了。阿九，一定保护好四爷。身可诛，其心不得。四爷，医生，我爹怎么样了？手术已经成功了。谢谢医生。放心吧，四爷不会有事的。嗯。医生，病人伤势如何？还是不太好，伤得比较重，请你们做好心理准备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小米，马爷，多叫点兄弟，把医院给我围起来。哎，想跟马兄弟单独说说话。乔兄弟，他是我连累了他，把他安排给你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了，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。你我身逢乱世，不可能急流勇退。大丈夫处世，岂可偏安一隅？必要时，应该为国家、民族出头。可我马永贞只是一介武夫，家国之事怕是无能为力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你的命我不要，拿去救你的。马永贞，从此以后我的命是你的。
马九，做兄弟，有今生，没来世，这辈子我马永贞能遇到你，是我的福气。 冲动了，现在上面的压力很大。我冲动吗？这才刚刚开始。你要现在停止你的行为，否则的话，我也帮不了你。<笑>你帮我？你别忘了，没有我马永贞，你能有今天吗？ 马永贞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？怎么谈？你告诉我，人家把屎都糊到你脸上来了，你还怎么跟人家谈？嘿，冷静一点啊！我告诉你，在这个上海滩，我马永贞就是规矩，谁坏了我的规矩，我就弄死谁。 黑川先生，马永贞烧了我们武家烟馆。想不到马永贞会为此大动干戈。不过，越是这样，越能暴露出一个人的弱点。中国有句古话：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 侯爷，咱们兄弟多少年了？太久了，想不起来了。十三年了。这十三年来，我马永贞为侯爷打下这半壁江山，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侯爷的事吧？ 你怎么会呢？十三年啊，我短呐，哎，你还是没有变啊！<笑>侯爷，你变了。你想说什么？侯爷，有些钱能赚，有些钱不能赚。 有些钱你不去赚，别人也会赚。
这世上没有人跟钱过不去，是不是？可当初咱们立过规矩的。规矩是人立的，是人定的，可以改不能改。永真啊，这镇东帮我还是老大，还是我说了话算数，是不是？现在是，将来还是，我马永真绝无二心。挣钱不能昧着自己的良心。昧良心？咱们把话说开了吧，你是说范雅骗吧？你范雅骗了，我范雅骗了，我们都没犯鸦片，是东洋人在犯鸦片。你抽鸦片吗？我抽鸦片吗？我都没抽，是那些王八蛋一直在抽。侯爷，难道你要为了东洋人的那点糟钱，坏了我们兄弟的情谊，帮着他们害我们自己人吗？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如果你一定非要这么干，你想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我会怎么样。马人，侯爷，这马永贞太不把您放眼里了。住嘴！他不是，他想当好人，不能把我。住嘴！李川这把刀，只有我们俩知道，是怎么到马永贞手里的。哎，马爷，您来了。哎，马爷，可否？借一步说话。哎，马爷，这个是东洋人交给侯爷的，我劝他，他不听。他说镇东帮现在他还是老大，他说了算。您呀，还是自己去劝劝吧。少抽点烟吧，对身体不好。小蝶，嗯，最近不要来白乐门了，先回家，好好休息一段时间。是出什么事了吗？哎呀，听话。嗯，马爷，有人找。小浪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马大哥，我知道你是真的对我好，我能忍。可是我有老婆孩子。他们说
我只有这么做了，我的老婆孩子就不用愁了。我没事，在家等我啊。怎么？这园子里的杂草，往后我来除。先生，看来是时候了。不过，可以让他更痛苦一点。号外号外，马永贞杀死老大黄金豪，判李振东帮，快来买啊！哎，我也来一份。马永贞杀死老大黄金豪，判离镇东邦，快来买啊！一个人都没有。马爷，您来了。市长，你看，这都是马爷找到的证据吗？是的，市长，你看，还有这些。打人啊！
淑云，这里有没有后门？怎么办呀，姐？姐，快跳下去！阿仁啊，侯爷呢？马永贞，现在外面都知道是你杀了侯爷，你别忘了，你能有今天，都是侯爷一步一步的帮你。可是你居然杀了侯爷，断了我们所有兄弟财路，今天我们就是替侯爷来清理门户的。阿仁啊，你藏得够深，做得够绝，不过没用。马永贞，你不是很能打吗？有本事把我们兄弟都给杀了啊！不需要，杀你一个就够。兄弟们，今天除掉马永贞这块绊脚石，大洋美女随你们挑。给我砍死他！退后！放开追！是。姐怎么办？后面有人追我们！往那边走了，追追追！都知道我能打，可你们都不知道我到底有多能打。上啊！给我上！侯爷已经死了，阿仁勾结东阳人，坏了我马永贞的规矩。从今往后，镇东帮跟我再无关系。你们玩吧，留活的。是。好呀，都是这样啊！呀，喊呐，小
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这马永贞他太能打了，我们几十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。我去找黑川先生，你带人把这里的鸦片转移了。是。马永贞的命都是你救的，没有你，我他妈什么都不是。小蝶，你醒醒，你别走，我求求你，你别走，小蝶。妈的，黑川，我受不了你。兄弟们呀，出来混他就是为了赚钱呀，这鸦片他来钱快，你不做我不做有的是人做呀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。
您什么都有了，我们呢，我们只能靠这些了，这些就是我们的祖宗啊。马爷，您没必要赶尽杀绝吧？啊！哎呦！马爷，你放过我吧！马爷，马爷，求求你放过我！想死那么容易，你不配。你我身逢乱世，不可能急流勇退。大丈夫出世，岂可偏安一隅？必要时，应该为国家、民族出头。可我马永贞只是一介武夫，家国之事，怕是无能为力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要想园子好看，就得有人除去园子里的杂草吧。小女，往后这些都是你的。埋我，打打杀杀不适合你，替我安排好小蝶的身后事，回乡下过日子去。
打他妈这么多年，总觉得没意思。原来是没干你们东洋人，过瘾！马永贞，你知道这是哪里吗？这是英租界。黑川，抓了他！黑川，Ugh!
小米，你怎么？马爷，你说过，做兄弟有今生没来世，这辈子我值了。好，杀！杀！你不是全上海最能打的人吗？现在不还是这样躺在我的脚下？
师傅，停一下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赤佬吓死了，落雨了，回去了，东阳无惧爱人了，反鸦片，坏良心，要毒害阿拉中国人。山东爷叔不同意，一举一击拿伊打回东阳去。